15, yeah? 150. Okay. Yes, yeah. Wow. 很想要来一个大盘菜。 It's shot time! Woohoo! Wow! It's amazing! Woohoo! Hero! 那算了，不拍了，看水果，我还是看先拍上面好。两块钱一串，还行吧。可以，两块钱，5000块钱是2块，1万块钱是2块。我想买点蛋白质，那你买一个鸡蛋吧。鸡蛋呐，都是有鸡蛋，鸭蛋可以啊。鸭蛋，好吗？太肉了。 这个是带鸡的哦，看不了，哦，里面有小鸡啊，这是chicken，chicken，算了，不敢吃，这越南也很多，我不吃，我不吃，敢吃，我也不敢吃那个，我吃了就吐，恶心，下次，算了，不吃了，这边还是不错，你看那一万五千那个芒果汁，不是那个是 coconut 呢。 15000，6块钱，6块钱。Everything is cheap。我在那汇下最便宜的，哇，那八千块钱一公斤啊！我当时刚换的钱还没有概念呢，买水果，买一个大橙子，买那个火龙果，8000块钱一公斤。八千块钱。北边嘛，它是北边很穷嘛，所以它那个农贸市场里面。我买的是书哎。对吧？我当时买了吧，吓一跳，我说8000块钱多少钱啊？8000块钱，我靠，才一块多。 三块，一起，三块一，2万，2万，2万，还是贵一点，还是贵一点。那这边有菠萝。 板栗，板栗还是板皮啊？我是板栗，板栗是板栗，板栗是马蹄，板栗，不是下面那个，那个是脖子白，里面是白白的，甜甜的那个。马蹄，马蹄，对马蹄，我们叫马蹄啊，我们叫脖子，不知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应该叫马蹄吧？你们叫什么？我忘了名字了。这边还是个象啊，我都不知道。第一次来这里，哇，居然没什么人啊，现在。 那我就先去拉布拉邦，后来我从拉布拉邦飞曼谷算了。对，从马拉邦直接飞。拉布拉邦飞曼谷有点贵，还可以吧？那要不你就再坐高铁下来嘛？90块钱人民币是吧？对呀。那我回家计算一下。算一下吧。我都已经坐了三趟了。我坐了三趟了，你看。怎么坐？我坐了四趟。从哪里坐哪里？第一趟是坐最北边的，叫纳堆，那边坐到万隆。 蛋白吗？啊，一会儿我们过去，然后我们要穿过去，就是换钱的地方，是吧？对对对。
哇塞！这本你要拍要说啊，这是本毕业式，我不说，我就是直接进对进关就可以了，因为他听不懂你说什么，应该是在前面了、啊，在那里。在我们的直播群里面，他们是按收工资的，有底薪的，好像6000块钱吧，6000还是8000，不知道，反正也很累啊，天天就播，说。是 ATM， 是 China Money Change。白字，可以挑出来吗？还可以，这边看看，还有七个。哇塞，就这样，这家生意不错。
这个也可以啊，这可以的。蛋白质啊，大大。要不要吃这个？哇，看这些好诱人啊，我想吃这个晚饭。可以，我想再坐下来吗？坐下来吧。我觉得这家可以。我不能喝啤酒，因为我有痛风。我不叫你喝啤酒。40,000 你是说有点小是吧？那就大一点的好不好？大一点。他那个鸡腿还蛮大的。对啊，就一个鸡腿嘛，我觉得一个鸡腿够了。我也觉得。那你把米给我。你点呗，你点先打。你不吃啊？我不吃，别管我。对，我就一个鸡腿跟米饭，我觉得有点像 KFC 了。哦，那算了。啊，这边还有肉丸呢、啊。啊，哇，还捏的肉丸还不错。啊、肉丸不错。是这种肉丸。Excuse me, how much that? 15 or 15 15 yeah. 150. Yes. Yes. Okay. How many?哦、okay, 五个对你们看觉得好你就吃这个因为我尝零食而已尝6块钱五个六块钱五个那还不是那个、啊、肉丸肉丸 Chinese 丸子丸子 yeah, 丸子 ball, 菜菜 ball. 对You know. 丸 pork 鸡猪肉猪肉猪肉丸 yes 猪肉丸 yes yes perfect 猪肉丸 yes 猪肉丸哇猪肉丸呢好漂亮啊看看呼呼美女啊哇是美女的也很好吃尝尝看好不好吃怎么样？尝一个啊！嗯，不错。早知道我也买呀，我买其他的，请你吃。好了，可以了。过不去了呵呵啊你喜欢这样吃把它吃饱对不对不是我想吃肉我不想吃米啊这边还有啊我看到鱿鱼的话可以买鱿鱼不是蛋白质很好吗还有粽子啊哇这个也不错啊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米。砍动，砍动。哇哦，这个蛋白质更丰富啊，沙曼。那个，我们还有肉丸。哎，这个鱼也不错啊，蛋白质很好。生蚝，7000一只啊？对啊，那很便宜啊。便宜吗？还可以吧。你吃吗？我不吃。我想补点肾。你可以吃啊。搞2-3个。不行，尝一个就可以。我不吃生。你不吃吗？因为他不，啊、哦，他 barbecue。哦、那算了 ，barbecue 就不要了。你要吃生的，生的估计生不了。走吧。看别的。
看来没做成生意。这个是，这个是什么？多少钱？这瘦瘦的还挺好，还可以。How much? 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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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
他拿什么东西盛啊？看到有点诱人，有点想，可以来一碗吗？是。啊，好吧。哎。帮一碗。可以坐这里吗？喂 ，Siki。可以。OK， 可以啊，你会说中文啊，太好了。好谢谢啊。谢谢。我们坐这里吧。最干净。这里啊。哎，哇，这上面都是水啊！哎呀，真好啊！那个女生还一直在看你，哈哈哈哈你说漂亮那个女生？荷尔蒙啊！哎呀，真的，人家在看你啊，都不看我，说明你有市场啊！生蚝来一个吧，待一下吧，我觉得可以带回去晚上。这个是那个什么吧，菠萝蜜啊，菠萝蜜对。这你把我海南人搞死了。这个，没有我说你刚刚说那个，那肯定的。菠萝蜜你都不知道了。你现在想不出名字叫什么？哎，可以，好的。你吃过没有？来搞一下。你要吃这个？它是多少钱？两万，一万，啊，一万。今天我几本？哇 ，I want to try. Can you try me? This one. Yeah. I know the bottom one. The bottom one is very paper.
这个是4块钱，是吗？我忘了，哇塞，这么贵啊！4块钱啊？好，好甜，很好吃，可以。甜吗？可以。我没有糖尿病啊。啊？我没有糖尿病，所以我没事。哈哈哈把这些放进去啊，没叫，可以，没问题，反正我没事。你把这一波这里了，我拿这个吧。这个拿纸拿，你要留着是吧？是要留着吗？吃肉肠，这边没有了，往那边走吗？他砍的，行，我就拿这个好了。这个我怎么拿？放这里啊？我拿这个。你没看到我手在砍吗 ？OK 吃这里啊，我看都是本地人在吃啊，哎，你想不想来一个大盘子？我给他拍，都不好意思。你真的想吃吗？想吃我跟你一起吃。又来一遍。哇，这么漂亮！哇，这大盆里面是什么？海什么都有，海鲜啊，有鱿鱼，有虾，哇，有贝壳，有蟹脚，还有洋葱，哇，这么夸张啊，太棒了！แม่ตัวนี้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อันนี้มันเป็นหลังบอกเนาะอันเอาให้เราในตู้ตรงหลังบอกแม่ตัวหลังบอกเลยอีตู้แสนสาวสุกินใส่อืมเนี่ยตู้แสนสาวตู้เท่าไหร่ยูนี่มั้งได้110,000160,00050,000人民币不到5044还可以吧？是什么？是一大盘啊！想吃吗？想吃可以分。怎么分 share 吗？对呀、啊，买一盘吃饭还是吧？好像对，你自己想吃一大盘。没有一盆子分吧？那我买这个一人。这什么东西啊？他说是可以。我挂白了吧？我挂多红奶奶。哎，你们包括小螃蟹、啊？你要螃蟹吗？不要吧，螃蟹是不要无所谓，因为螃蟹没什么肉。他是谁？是这个。No crab. Which one? No crab. No crab.
没熬过。哦。你说的。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那你说的110万的话是三个都有的，那你看你啊，反正我觉得可以吃饱了。对对，20万，对，210万啊，不盖的 2 people 1 2 啊 1 2发展是 people 吗？ lot how many people? 2 people 你也能来来给你看，那个是什么？你再看一下，几盘给来嘛，看一点，这个看上去不错啊。嗯，看起来很少，看你再你看10盘。哦，10盘54个5万吗？5万就是10块钱，哎，20，20块钱，5万。因为我不懂当地语言，我感觉怪怪的。那我们就点这个吧。好，可以先去这个吧。你是120的，里面含什么？三万，他110的是不含的是吧？我记得好像是110的是只有三个吧。这里吧，这里呢，这里，这边呢。哦，加那个，加螃蟹的。啊，你那就是这个，那可以，不是螃蟹，是这个。12万这个。对啊，1人6万，可以吗？对。OK。Yes。啊，你。嗯。再去。No, no place。我们等这个。在那里。你在这里。这可以，这条夜市还可以。哎呀，这个夜市比是我见过来老挝觉得最好的一个。是吧？对，这老挝我觉得最接地气，是吧？对，最好的，而且人又多，美女也漂亮。对，而且本地人，对，是本地人，对，都是本地人。我去的什么琅勃拉邦都是外地的，都是游客，还有外人，都是游客。这里就是本地人来的，这里是首都，多，确实档次比上了一个档次，应该是所有全国美女都往这涌。美女都进不来。可以。喜欢吃什么？啊，是不是？肉球丸子，他们也要找一些漂亮的女孩子来吸引顾客，这也是商家的一个算盘。还有的还要会说中文，会说英语，会说泰语，甚至会说越南语。喜欢坐在这个夜市这边吃，不喜欢进去吃。我们也是在夜市吃。对，我们是走。
装在里面去吃，放不在这里面吃。95就是38嘛，啊，39，38块5，95是吧？对啊，38块5，你只要记住乘4就可以了。乘什么？乘以四。乘以四啊？对。除以四还是乘以四？乘以四。要10万就是40，对吧？一块钱就是4块钱。还是去我那本地的春晚面吧。可以可以去吃碗面，你我觉得你没有吃饱。这些都是开胃菜。像我这种人，一人就干7天吃。那你的食量很好，而且你要吃的有质量。对对对对，吃的有质量。听懂了。对，我听懂了，要吃的有质量，不能有随便马虎应对。是的，你知道在土耳其也是我吃的很有质量，吃牛排。我去牛肉店里面买牛肉，我都吃那个最好的那个里脊，那哦那个最好的，或者是那一哇这一块很棒啊，很贵啊，大概一公斤也要差不多100里拉左右。什么一百啊？200多。哦，200多，对对对，有点贵。280还是200？你买最好的。那必须要人上人，必须要吃最好的。你要知道同样的东西。在中国你能买得到吗？你连买都买不到。你在那边你就尽量吃吧。对，因为你有比，你要有对比，没对比就没伤害。对啊对啊，一对比说，哎呀，我太知足了，我靠，我才花了这么点钱就吃得这么好的牛肉，哇，太知足了，我好幸运啊。走一下，我们开始往哪？可以啊，都往那走。你不是要去看那个吗？我们往家的路方向走吧。对。那个美女还是不错啊，再去拍一下她。哥们，走这边。好，可以走吧，走吧。哎呀，你要是这么会跳舞，给你泡妹子太会把妹了，我靠。对，这个年纪，不，你不懂，女人现在是最需要有活力的人来引导的人，对吧？看到没有 ？It's short time， 呼呼，哇哦 ，It's amazing， 嗯，呼呼 ，Hero， 哈哈哈 ，OK， 还没拍完，等一下我还要再拍，你先看一下，感受。不行，拍太多了，漏点。哦，对，应该上来一点。对，再试一下。就刚好在这个地方是吧？对，这样子。应该近点嘛，我觉得。你就挺有点远。对。讨厌。该。来。去吧。来了，看到没有？不插烟灯就来了。把你的包拿着。没事没事，去。可以看了吗？没有，看了就好。他们是来看的。啊、对呀、啊。干。来。他们可能一下子就发信息告诉人有跳舞的舞神来了。Come on， 去吧。谁？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不会吧，我不紧张，怕他拿我包。哦，你的包啊，那我还是放我这里了。不来，快点快点，不拿了。对，他不会拿你的包的。对，快点。快！
他要跟你抢位置。来来来。哇，哥，那么牛呢？谁跟的干？你看没有？你这个很烘托人气的。对。只要有人来。玩。开始。1, 2, 3。嘿嘿。牛逼啊！来来来来来！我拍了拍了。来来来，我来啊！都都没了。安娜的。明白啊。发誓的。牛逼啊！
Thank you.